如果能提前跟某个人的人生里的最后一小时对话，你对他演唱了这首歌。人生的最后一个小时对话，那我就是对过去的自己说，面对一切，经历一切，勇敢地战斗下去。最后一个小时，那我给他唱的可能就是悟空，他代表了一种精神，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、不知疲惫的，然后勇往直前的那种愣小子状态。叫一声佛祖，回头入庵。可，奇哥天天在房间里面唱戏曲，我觉得这首歌非他不可。我从拿到这首歌开始，一直就是 repeat， 一直在听，我听了不下60遍。我在构思画面，所有地方怎么样，谁在这个里面出现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我都想得清清楚楚。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作品。哎，我给你听听，我刚才其实我们录了一段。这边花乱迷妆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就逮一下。这歌我是吃的挺透的，现在其实是胸有成竹的状态。我们在 X Part 的地方会完全颠覆我们之前所唱的任何一个方法，就直接用戏腔唱。如果我们用京剧在这儿唱的话，起码四句是一个对仗，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加两句。然后我们在 intro 之前拿那个尺八嘛，让它进场吹，它是唐朝中国传过去的，而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就是唐朝的故事讲的，它会告诉世人这个音乐这个东西是中国的。Cool。到最后的地方呢，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，啪！一个定音鼓跟中国大叉，哐，直接炸停 ，OK 吗？文伦老师，那我是觉得特棒的，对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我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当时在旁边听的时候，我鸡皮疙瘩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奇哥已经把这个从头到尾的画面和细节，他已经是全部投入进来了。悟空是真的很放心。我觉得他们挺信任我的。行嘞，兄弟，我一定把它弄好。大唐国就是原来我落下的这个病根，我觉得就是原来擤鼻涕擤太用力，我用力过猛的话，毛细血管就破裂。我就劝大家以后不要用力的擤鼻涕啊，就不要太。我原来就这样擤鼻涕。谁那么厉害的？什么情况？峰哥怎么这种表情？好厉害！哟，这几天被这个声音疯狂洗脑。我听着声音来的。坐坐坐。放肆的，我要灭。回房吧，我想从头到尾听一遍。瞠目结舌，真的是瞠目结舌。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听，又想听，又想听。悟空，哎，我们要快点，我们要去看悟空呀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哦，对对，好，下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同屋里面，你有担心的哥哥吗？没有。下一个问题。我们真的得走了，哎呀。我们单纯试音啊，单纯试音，来音下。七哥，你这个衣服拉下来一点，这个你这个戴在脖子上会可以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觉得真的好看吗？真的。我看一下，好看。
请问快乐无忧是 B 选项还是备选项？为此你演唱了这首歌。快乐无忧对我来说是 B 选项。十几年前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挺负面情绪的人，后来从妻子也好朋友的口里知道，其实还以为你这个是谁得罪你了，别人就不太愿意跟你太接近，我觉得那个也不好。但是我现在比那个时候笑容也多了，语言也多了，这样这个人比较立体一点。有的时候你的快乐也会有一些烦恼带上，我做了一个全职爸爸的角色，也有很煎熬的时候，但这种煎熬你回过头想可以好好的陪伴家人，然后看看他这个成长的轨迹，这个过程肯定是快乐的。煎熬的快乐的它是一个买一送一，你不要了你到时候你解决，但是你一定要先接受它。 5, 6, 7, 8, 我觉得整体连得很好，散发出一种很开心很正能量的一个状态。OK， 动作了，感觉不像跳踢踏，那表情，刚才你们都太酷了。我真的觉得表情这会儿真的应该跟小白多学学，小白随时随地都是这样。小白来一个，小白来一个。我说实话是对的，真的。李承铉哥哥。陈炫，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好。Just kidding 啊！我想看靖哥的。我想看。我告诉你，我进入状态很快的。来，音乐。金哥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得教我们啊！他连续三十分钟，真的，金哥练得最小的，他现在马上去舞台都没事儿。主要这个张娃太狠了，要不然怎么敢来这个节目？金哥是我最大的一个惊喜，这个舞蹈他消化得太好了。金哥，我想从你这边学一点怎么弄的。我没跳过，我只是凭在电视上看着印象去找那种感觉，因为那个百老汇的他们可能是上半身会放得很松，他们是有松和紧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哒哒哒哒咚咚哒，我在笑，我 crazy 哇，金哥的性格他不是那么严肃的，他也是有很温暖很可爱的一个部分。为什么你们安排一个最高的给我在旁边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才好玩。你觉得我可以吗？你觉得我可以很潇洒的这样靠在他肩？来，把它换掉。不好意思。哎，我上次要的特异功能是把腿锯掉，怎么还没锯掉？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，很开心的。You like an ostrich. 我相信大家都是同样的感觉。完全状况外。我们大家一起跳到五个人一次都没有跳，我们再下课，只要有一个人跳再来。可以。哎，是吗？金哥可以休息。喜欢我的同盟。哎呀，你不提两个联盟我都忘了是联盟了，我就觉得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联盟了。I love my team right now. I got them presents too. 礼物 time! 这是啥？哦，这是什么？ I got them all bags. 谢谢詹姆士。谢谢。你们收好了，所以以后我们就固定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I don't know what my point is, just don't betray. 我觉得如果我们
都有一个一样的东西。We can feel more like a team. I just wanted to show you my bag. Oh, thanks, bro. I moved it all in. Oh, thanks, man. Thanks. No, that's good. No, thank you, man. Get ready. Appreciate it. I really appreciate it. No. I appreciate it, man. Good night. Good night. This is my team. It feels really good to give, and I hope we can stay together by it. 要不要来一下？哇！他和你差不多呢。你为什么？我嚎在那儿有原因，你为什么？我是说话嗓门太大，唱歌没声音。哦，我以为是沙发这个。智商堪忧啊！这是，你看你把他的年轮都打出来。我们七个人在一起真的就像兄弟家人一样，然后用相互的了解，相互的理解，相互的包容，相互的信任，他才能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给对方，包括大家开玩笑的一些东西，然后都是特别合理，特别自然，特别舒服的一种呈现。企鹅真的是属于花美男型的。你又来了。又来了。就是现在老了。举不起哥，那边后面有一个屋子是没有摄像头的。我不是个挑事的人。我想一直在一起。我们这个家族，我们已经是有我老公和孩子们，那怎么能分开呢？我觉得他形容的挺准，就是不知道他太太和我太太有没有意见。俊哥。你不要搞坑哥这一套好不好？没事的，金哥，我这次很淡定。一起看吧，过来吧。来吧，我看不懂。我去。一二三。一二三。我就看到了这个。总计排名第一名。这个是 number one。我们下个考第四。确定吗？对，确定。那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么高？总计我们增加了200火力值，增加了200火力值加给了我们。总计是这个。对，走吧，出去吧。都出来。来了。他们应该也是安全的。他们应该是 safe 的。肯定晋级的啊，对不对？第一。真的。We got number one. 第一吗？是。哥，这个我收下了，这是我第一个第一，这个就代表我们同盟的种子，好不好？Yeah. 就像我预设到的，拿了第一名，观众朋友们和专业老师们也是认可了我们的表现。赢了，无懈可击，非常完美。今天我们将进行非常重要的部落扩建。哇哦！八大部落将直接兼并成为四大阵营，并重新推送队长，进行成员的重组。不过你觉得谁适合当队长？我还没想到。我们就投小熊哥。我不当。所有人将进行匿名投票，每人投送两个最支持的阵营队长。欢迎来到少年高校虚拟形象制作现场，我们就正式开战。人间。喂。我说了，帽子、美人、
哪可能这么好笑？为什么他们可以用手比划？他没用。嗯。哎，你为什么能听到我讲话？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能听见。开始。哇。哎。这会绕到明年。哎，你干嘛？干嘛呀？这个造型。我挑眼睛啊，好吧。拿自己的嘴是吧？拿你的鼻子，有点像鲶鱼。这个结了，这个结了，这还挺 fresh 的。